据媒体报道，1月3日 ，Angelababy 通过微博晒出近日自拍照与生活日常，并表示答应你们很久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，说话算话。照片中的 Baby 比着剪刀手托腮自拍，大眼灵动，妩媚诱惑，还与好友小海绵滑雪变身运动酷 girl。小海绵身穿牛仔棉服，认真看着菜单，露出小手和白皙的皮肤，超软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